大家好，我是洛伊。今天我跟李森跟 Alex， 大家好。好多粉丝说想让我教你天津话，听说过就天津的儿化音就有点神奇。他到绑字儿都是我丧师傅一边发愣，我没有学过天津话呀，特别期待。那我是先教你几句简单的。好，简单的话，你吃饭了吗？天津话怎么说？你吃饭了吗？你吃饭了吗？所以声调不一样。天津话会往下一点。你饿了吗？你饿吗？我的这个不一样的。你饿不？你饿不？原来如此。那你又准备一些就比较。对呀、啊，我有准备十个天津话。他会先说一句天津话，看我能不能听得懂。十句里面，如果你能答对三道以上，就算你过。那开始吗 ？OK， 开始。首先是一道简单的送分题。好。你干嘛去了？就你干嘛去了？就是你干嘛去？对，这个对，这个对了啊。Okay. 往后就难了。我做了湖水。我做了湖水。我做了湖水，我做了湖水，我开水了，我就烧水了。哇，很厉害，这你都能懂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这意思。耶，那我后面要难了哈，二八八，二八八，等等等，这个二话音有点神奇，再来一次，二八八。二八八，你别笑，是形容一个人。比如说我说一句话，我用到二八八这，我这活二八八人做不了，一般般。对，一般般。哇，我又答对了，这个算0.5，我提示你，好吧？他说折裂，折裂，嗯，失恋的意思吗 ？No， 一般会说就是形容小孩儿，屁小孩还是？比如说去超市，他非要买这个东西。但是爸爸不给买，他就在地上大哭大闹的，就是你这孩子太折裂。spoiled， 对，就 spoiled。一句对话，你把那笔借我用用行吗？然后另一人说拿你的 ，A 你拿走 ，B 用你自己的 ，C 找别人借去。B 吧，错了。拿你的意思就是你得把它拿走的意思啊、嗯，并不是。那你的就是你应该用你自己的，不是，其实不是这意思，所以有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误会。这样，下一个哈。好，什么叫咬蛾子？咬蛾子，嗯，身体上的一个地方吗？并不是，我可以放在句子中。你别老整这些咬蛾子，不好的东西吧？也、yeah. ，浪费时间的那种东西吗？还是就咬蛾子？放弃吗？放弃了。咬蛾子指就是奇怪的办法，如果那个人觉得不好，就会说这办法是咬蛾子。就是你在追一个女生，然后你用一些不好的方法，对对对，然后你兄弟就告诉你，对 对, 对、哎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我不知道我解释的对不对啊？下一个，捅娄子，捅娄子啊！你就在捅一栋楼，不对，不对，完蛋了的意思吗？哎，有一点那种意思，他惹上大麻烦了啊、大麻烦、对，他办了一个坏事、就比如说，如果他在安排一个 party 蛋糕，他可能就是这样，不小心把他的前女友和现女友的朋友都叫来了，我去，我捅娄子，我去。还有最后三个，咋活？咋活？嗯，这是小伙伴来着。No， 活还是小伙伴的那个活？活是那个活，干活的活，生活的活，生活的活。扎是那个扎针的扎啊，炸活就是在身上的东西啊，纹身。是是是，纹身吗？是纹身。是吗？一条龙啊，你是活，你有来着？我没有，我在胸口有一个活，是吗？成了一个专门奥特曼。哇塞，这不是。关键时刻会哔哔哔哔响，我就会发大招。哎呀。第九个稍微简单点，是吗？我不信。别逼我卷你，这个卷代表什么意思？卷就是打你的意思吗 ？No， 卷的话。我只会想到打，没有打这么严重。OK， 那就不是拍，或者就让他滚，或者就让他走开。因为卷的话，就你可以不是不是不是那种卷哦，不是那种卷。放不放弃？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卷就是骂啊，就别逼我骂你的意思啊，这个意思啊。目前你有答对几道了？应该超过三道了，我想。超过了吧？应该是差不多有三道了，我想。耶耶。那最后一道哈，比较难。非常难，非常难吗？非常难啊！你不是说后来的都是简单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天哪！哪哪龙？哪哪龙？哪哪龙？天津的哪哪里？啊，哪哪哪哪米？欧米呢？哪哪米？应该
应该是比较老的老辈儿的那种天津人。脑子有问题了吗？还是 no 是帮个忙吗？就会帮他，是比较凶一点的词儿。就是我对你很严格的那种感觉吗？也不是了，你刚才说的都算是又不是。我就不知道，放屁。自行车它那个叫轮毂，好像也叫龙骨，不圆了，需要把它弄正。这个指的叫拿拿龙，对于人来说就是修理修理你啊，这个意思。准备教训教训你。比如说一个孩子，他如果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，还是我觉得。倒不是对于孩子了，可能就是要打架了，要打架了，修理修理，我要修理修理。那我们就到这儿了，就跟 Alex 哥哥一起学了好多天津话。我学的怎么样啊？他教的怎么样啊？他的中文老师嘛，所以教学应该是问题不大。但是他的解释呢？满分是五分，你们给他打几分？刘宇给他打几分？我们就等到下次见吧，拜拜，拜拜。狗不理包子Alex 哥哥那么好玩呢，你们一定要去关注他咯。他有抖音啊，微博啊，YouTube 啊， Instagram 啊，都好多好多好多。好好期待会有一天我也一定要去天津找他玩啊。